OK， 欢迎大家收看鲶鱼哥96.100电台。那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鲶鱼哥，那今天鲶鱼哥来到这里为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歌呢？介绍，翻唱罗主任的歌。罗主任，对罗主任。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翻唱这首歌？因为这首歌我翻了很久了，我觉得他是唱最有感触的歌，而且在 YouTube 看到他这样唱到哭了，我也觉得很感慨。这个歌一定很有意义，它的意义，绝对有它的意义，就是带给大家力量，对，带给大家力量的感觉。那主要是主任也是提拔了，对，很力挺。当初爆红的原因，他也是，对他也是有发现，他还模仿在节目上模仿，是大家有看过娱乐百分百，还发微博哦，我这个是心，哇哦，开心呢！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很开心哦，哦开心、啊，因为当初你听说你好像小时候的时候他就是你的偶像，对，我国中就爱他了，不是国中吧？国小六年级毕业那时候我就爱他，爱到现在啊，好不好？真的爱死了，每个人都一定爱过罗志祥，就像我隔壁房间全部都是罗志祥的照片。那希望呢，大家今天听完这首歌，也希望各位粉丝可以继续给他支持的力量。然后呢，希望你们就是长长久久是继续支持 Kevin Fish， 对 Kevin Under Love 小林跟绿哦，好不好？跟绿哦，各位观众也要支持罗主任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我们的亚洲。虽然他最近那个他跟他妈妈那件事情，我觉得这是很正常，跟母亲。亲嘴有什么错吗？有什么错吗？你没有亲过妈妈吗？你没有亲过妈妈吗？你没有抱过妈妈吗？就不相信啊！哎呦，你没有牵过妈妈的手吗？不要欺负人家哦！那你这样讲的话，你哺乳的时候呢？对啊，你喝哺乳，你有喝妈妈的呢，你也是喝妈妈的啊？对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好了，不管那么多，还是继续支持。我们上支持罗志祥，我们不管一样，还是要唱力量啊！力量，好不好？力量，好不好？好，请下礼拜请继续收听鲶鱼哥96.100。对，下次要录什么？下次我们来做 stage 的编曲， stage 的编曲，下礼拜 stage 编曲一定会出来，一定会出来。OK， 好，再会，再会，拜拜，好听，好听。想念长了翅膀。他跟着我流浪，独自背着行囊，看着人来人往，躺在陌生的床，眼睛没办法合上，想了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，也许我太紧张，但是我无需心上超越了太多梦想，时光匆忙，不曾遗忘，随时可以回头看那些时光，你在身旁给我的温暖。翅膀，它跟着我流浪，跟着我流浪，独自背着行囊，看着人来人往，躺在陌生的床，眼睛没办法合上，想了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，也许我太逞强，像是我无需。Thank you.